按照计划，各就各位，现在分头行动。好。好。来，喝呀，喝呀！是我，没想到吧？不是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今天要行动，特地赶来接应你。哎，赶快回去，这太危险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行动更危险。哎，我在小巷后面藏了辆摩托车，一会儿得手以后趁乱跑出去，在那边汇合啊。谢谢了，自己兄弟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要杀那个宫本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看见那个家伙出来啊？宫本不来了，杀了赤坂龙一一样证明我的清白。哦，也行，虽然赤坂没宫本值钱，但是杀了他可以给聂队长、马队长报仇，就杀他。来，司令，一块儿喝一杯。请，请。不行，人太多了。怎么办？这样，我一会儿装作送菜的去接近赤坂，咱们分头行动。也行，你小心点，我去对付那二虎。知道了。少佐，怎么了？看见那俩人没有？他们是新四军，果真要出动了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。你给我老实点，这里全都是我们的人。没想到吧，又见面了。出事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看鬼子早有准备。我刚才看见一龙、二虎还有黑雾龙，他们把无影和蔡彪带到后院去了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救他们。哎，不行！你一个人，他们那么多人呢。那我不能救死不救啊！哟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，金子君同志？来人，把他们的武器给我卸了。是。二位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你们几个把这里看好，不要让无关的人进来。嗨。当年就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开枪把我打下悬崖的吧？啊，疼！
可是我命大，我没有死。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，啊！老子真后悔，当年没给你再补上一枪。可是没有机会了，啊！你去死吧！哎呀，小子，还敢策反老子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啊，小子，你说你才多大呀？啊，你个小屁孩，我周某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就凭你这笨头笨脑的小子，你凭什么策反我啊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所谓的计划我都一清二楚，你们的行动也完全在老子的掌控之中。哼，老子只不过是陪你们玩玩啊。老狐狸，你骗我！坐下，你个老狐狸，快坐下。我骗你，哎呦，我骗你，我骗你又能怎么样啊？你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吗？蠢货，输了你也不懂。你可能是这支新四军突击队里面最笨的一个。你才笨呢，老子才懒得跟你们说话呢，两个蠢货。你们就先在这里头老老实实的待着，回头我就把你们送到你们该去的地方。来人，参谋长，赶紧备车。是。嗯，彩彪，如果这样就把你给杀了的话，那就太便宜你了。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，我们两个再打一次。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就把我给杀死；如果你没有本事，你就去死吧。今天终于有机会看得到黑木兄的好身手了。好。好。那好，你爷爷今天过来玩一玩。Oh!
报告，参谋长，车备好了。嗯，好，把他们两个给我带走。是。姐。说我笨，你才笨呢！快走吧。哎，大鹏啊，时间到了没有？还差一分钟。哎，你有把握吗？队长要咱们这一炮在牛德仔家门口爆炸，还不能伤及无辜。嘿，不是跟你吹啊，我在部队打这个炮啊，从来没失过手。可一定要打准呢、哦，这可是咱们突击队的第一炮。哎，你就放心吧。来，快炸！快炸！哎，黑木兄，刀法果然了得，不愧得到你叔叔的真传。蔡彪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怎么回事？可能是新四军来进攻了。十一，美惠子，你们俩在这看守着。石原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过来，看住他。你们两个过来。是。看住他。走。快跑！司令。怎么了？哪里大炮？是新四军炸死了我们兄弟。什么？你！啊！快回家帮咱们的宝贝给扛好！哎呦，德才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那些放炮的人要是闯进来，咱们家的宝贝可就没了。要是他们不停地放炮，咱们这个家就没了。哎呀，你别急，别在那儿添乱了，好不好啊？王爷，把枪给我。司令，你要干嘛呀？他妈的啊！谁他妈要砸我牛德彩的寿宴，我就要他脑袋！姚王爷，立刻集合所有人！司令，你先听我说啊，外面情况还不清楚，咱们先等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老子今天非要亲自出去消灭了这些小毛贼！司令，司令！哎，他妈的，前面怎么有炮声？哎呀，今天幸亏咱们俩！哎，滚！走。哎，小二姐，陆大哥，六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吴仪和蔡彪被他们抓走了。大伙儿，赶快上车！柳柴，你赶紧上车，我和陆大哥去救他们。哎，香儿姐，我也去。你别去了，照顾好你姐。对呀、啊，赶紧上车，分头行动，走，快，快走。情况都还不清楚，说不定、那人都已经跑了。他妈的，这些小毛贼要是让老子抓到，一定把他们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司令，你先别急呀、啊，他奶奶的，有种给老子滚出来！司令，小心！
崩烟！来人！快来人！快走！那些小毛贼一见老子出去，吓得脸都不敢露，转身就跑了。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别提了，多亏了邦彦刚才替我挡炮弹，要不然现在受伤的就是我牛德彩了。哎呦，德彩啊，赶紧给他送医院吧。对呀，快送医院。是，快送医院，快点快点，走，小心，快点。吓死我了，哥，幸好咱们桌上的宝贝都没事儿。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！哎呀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。哎，等一下，留着他很有用。什么？黑木少佐，柳飞、柳山抓到没有？对不起，黑木少佐，本来我把他们已经给抓住了，可是他们突然又来了一个救兵，还把我给打晕了，所以让他们给跑了。你，崩烟喽！队长，车没油了，大家都下车，好，准备回驻地。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本老大，那个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回去干什么？我得把吴影的遗体给抢回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也不想想，你现在要是去的话，那是有去无回。刚刚经历这么大的事，二鬼子和牛德才肯定会设下埋伏的呀。哎，没事了，我会小心的。等等，彪子。你不能回去，香儿说的对。白老大，那吴影毕竟是咱们兄弟啊，我不能眼看着他的遗体被小鬼子糟蹋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回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把自己事说清再走。我的事？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事儿？
现在是关禁闭期间，私自外出本来就违反纪律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刚一走，我们就截获敌人的密电，说明什么？陆有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竟然怀疑我？都他妈别说了！可什么时候了？都给老子回去！走，快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醒了，我这是在哪儿呢？医院。我记得我昨天为了救司令。对，你昨天帮司令挡了一发炮弹，这回你可立大功了。你等着，我叫司令去。司令，姚副官他醒了。姚副官醒了，好，哎，我来，哎，我来。司令，别起来，王爷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头疼。司令，您坐。你先出去吧。这次多亏了你呀，你救了我牛德彩一条命。你放心，我牛德彩知恩图报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司令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样的，王爷，你对我牛德彩真是忠心耿耿啊！以后好好干，我牛德彩绝对把你当兄弟。谢谢司令。中枪的人怎么样了？没有生命危险，很快就会恢复了。你们两个把他看好。哎，队长，我在关禁闭期间打伤了看守我的同志，私自跑了出去。我这是错上加错，严重的违反了组织纪律。现在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队长，彩彪虽然犯了错，可动机是好的。对，吴影是被冤枉的，彩彪放了他是对的。后来知道吴英有危险，主动去长安城救他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陆有为，当初你还怀疑彪子是内奸，现在给他说上好话了？我当时说那些话，
就是怕蔡彪要回朝阳城里有危险。其实，通过吴影牺牲这件事，我已经看清楚了。这个内奸根本不可能是吴影和蔡彪。陆大哥说的没错，这个内奸相当狡猾。他正是知道蔡彪逃走了，可以嫁祸给蔡彪，才赶着去法宝。他这么做，一方面可以让敌人立刻得到消息，而另一方面，又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蔡彪身上。到底是谁呢？蔡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小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担心你啊，蔡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蔡大哥，你违反纪律私自跑掉，队长还有陆大哥他们想要怎么处罚你啊？他们虽然觉得我这次违反了纪律，但却是为了救人，情有可原，所以就不处罚我了。啊，那就好。可是上次你从禁闭室跑掉以后，他们居然怀疑你是内奸，怎么现在连这个嫌疑也都一并解除了？哼，说我蔡彪是内奸简直是笑话。这件事我听说了，我跑出去以后，队里又截获了敌人的密电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不能因为我跑出去去救吴影，就说明是我向敌人发的密电。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，又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去发什么密电，就这样也能怀疑是我，真是太勉强了。蔡大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江小雨相信你一定不会是内奸。只是现在他们不怀疑你了，他们又会怀疑谁呢？这个现在大家也没有什么目标，这个内奸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出来，我们只能等他自己露出马脚了。可这个内奸一天不找出来，对咱们突击队始终是个威胁啊。小雨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还有些关于草药方面的问题没弄明白，想请教柳禅的吗？现在柳禅回来了，你快去找他问问吧。行，那我去找柳禅姐了。蔡大哥，你别多想了，一切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啊。好，去吧。大家原来怀疑吴影、大奎和小雨三个人，现在吴影为了证明自己牺牲了，他的嫌疑可以排除。剩下的大奎和小雨会是谁呢？或者两个都不是，另有其人？还是根本就没这个人？队长，香儿，这么晚了还破译东西呢？是啊，我得抓紧把这个密码破译出来，不然我们一直都会很被动的。嗯，
香儿，你觉得这个内奸会不会真的是江小雨啊？队长，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，我们不应该再武断的猜测了。老子也不想武断，可是没办法。你看，一开始怀疑的三个人，吴影、江小雨还有大奎，这吴影呢，嫌疑被排除了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。老子不想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江小雨。队长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血的教训，不要再武断猜测了。所以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这条密码破译出来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抓住真正的内奸。好，就靠你了。多大点事儿啊。起来吧你。哎，嗯，哎呦，还带伤啊。再来个，再来一个。小子，干什么进来的？我问你话呢，我问你话呢，我还他妈瞪我。哎，还他妈瞪我。小子，你别以为装死狗就能够蒙混过关了啊！见了我们铁头老大，你还不下跪磕头？啊！别那么多废话，给他拉过去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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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！我让你磕头，听见没有？磕！哥，大哥，怎么处置这家伙？这小子不好玩，拖走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过来过来。刘德才，你太不像话了。宫本司令，请息怒。息怒？哼，我息得了吗？你身为皇协军的司令，你家的下人居然是地下党，你怎么当司令呢？像你这样的饭桶来协助皇军，那不是在拖我们皇军的后腿吗？是是是是，宫本司令，您骂得对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牛德彩疏忽了。疏忽？你说得轻巧。幸亏我们情报准确，我才没有去参加你的那个什么盘龙寿宴。我要是去了，恐怕就回不来了。请宫本司令恕罪。牛德彩，自从你当上了皇协军的司令，寸功未立不说，总是出差错。你领导的皇协军士气低落，逢战必败。像你们这个样子，怎么能够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去实现大东亚共荣权呢？再这样下去，你这个司令也没有必要再干下去了。您教训的对，今后我一定会吸取教训，加倍努力，争取早日消灭新四军突击队。行了，你这种信誓旦旦的承诺我早就听够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敢再相信你的话了。
剿灭新四军突击队，就由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全权负责了。是，那么我积极配合两位少佐，以便顺利完成任务。配合？你配合什么？刘德才，我现在甚至怀疑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是忠诚。宫本司令，请不要怀疑我的忠心，我敢对天发誓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表决心了，回去，回去吧。是。司令，宫本司令急急忙忙地把你找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啊？认个屁！老子现在连配合别人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？那天我家里出的事儿还不够大啊？你说缴获兽员那事儿跟你又没关系。宫本要是能像你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这帮小日本鬼子居然敢这么骂老子，老子刚才被他们贬得一无是处，骂得狗血淋头，老子差一点就爬着出来了。司令，我说这件事要怪就怪周义夫，你说他身为一个参谋长，他明明知道新四军就藏在您家里头，按道理来说他就应该早去报告，可他倒好，什么都不说。要不是包藏祸心，您今天不可能这么被动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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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了别说了，烦死我了！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！走。司令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里等司令回来，有要事要向您汇报。哼，周义夫啊，你现在才想起来向我汇报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司令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啊，周义夫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？你私自和皇军一起行动，是不是想把我牛德才架空啊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？司令。您别激动，事情并不是您想象的那样。你还敢狡辩？你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府中有新四军？司令，我也是事情出来以后才知道的。放屁！那个赤坂和黑木是有备而来，你和他们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怎么可能出事前才知道呢？司令，陈春和陈娇是内奸，我真的是出了事以后才知道的。那个吴影呢？他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吴影和其他人是突然冒出来的，黑木少佐和赤坂少佐得到消息以后，突然命令我来配合他们行动。你可真会说呀！啊，他们为什么单单通知你这个参谋长？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司令啊？皇军突然得到了消息，但并不确定这消息的可靠性。那天正是司令五十大寿的好日子，他们不想惊动司令，所以这才让我配合他们行动的。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了，是吗？司令，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。该出的事都出了，还能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司令，我怀疑目前府上有内奸。你说什么？还有内奸？是，一定还有。周义夫，你说的也太邪乎了吧！啊，这新四军死着死，跑着跑，怎么还会有内奸呢？你告诉我，这个内奸他是谁？司令，您听我解释。出事的那天，我本来已经控制了那两个下人，可是突然有人赶来，把他们给救走了。那个时候，
前院的吴影和蔡彪都已经被控制住了，其他的游击队员也没有攻进来。那么，这个救人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所以我确定，他一定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。嗯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这个，我暂时还没有线索。说了半天这么热闹，原来全是废话。司令，您要知道亡羊补牢的道理。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身边的人严加盘查，包括府上的所有下人。要知道那个陈春和陈娇，其实就是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，他们可都是太太领进来的。周义夫，周义夫，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！太太，你我。我怎么了啊？我还想打你呢，你这个混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是，那两个下人是我带回来的，怎么着？难道我也是新四军派来的奸细？周末不敢。不敢？你明明知道那两个下人是新四军，你怎么不早报告我呀你？我们差点被你害死了，你存心要我们死啊你？牛大才，你给我把他的职撤了。马上让他给我滚出去！不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太太，你就别吵了，别再闹了。不行，马上让他走，现在立刻，马上，快点儿！这不，牛司令，内奸的事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。解释什么解释啊？啊！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，马上！牛司令，要撤我的职，那也是我们军中的事，我相信你是不会听这个女人的话撤了我的职的。你若是传出去，你的威望受损不说，以后司令您也很难服众了。白眼狼，没心没肺的东西！哎呦，德才，我们被他害一次还不够啊？难道要被他害死不成啊？你给我把他赶出去、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再吵了！你们把我的脑袋都吵炸了！我说这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先回去吧啊！哎呦，你个没良心的！你不赶他走，你赶我走啊你！你不听老人言，你吃亏在眼前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当初被这个混蛋害死吧你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哎呀，哎呀，走啊走啊走走，快走吧啊啊！哎，周义夫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牛德才现在是皇协军的司令，你别忘了你端的是谁的饭碗。以后要是再敢隐瞒不报，我牛德才就对你不客气。是，哼。呸！神经病！你，哎呦，太太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别再闹了！我胡闹，我就胡闹给你看！不，别我，哎，别摔了，别摔了！哎呀呀，我的宝贝花瓶啊！哎呦，太太呀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摔了！你这不是要我老命吗？啊！老娘要了你的命，也比周义夫要了你的强。不，好，老娘的鞋。哦，鞋，来，你说的都对，啊。那你还不照办？你还等什么呀？太太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早就想撤周义夫的职，把他轰走了，可是现在不行啊。怎么就不行啊？我看你就是不愿意。你想想，轰走周义夫难吗？不难。可这样一来，我就得跟那个黑木少佐翻脸了。你想想啊，咱们跟日本人翻脸，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？哼，那你就怕了他了啊？你就任人宰割了？你这个司令是怎么当的呀？你连个参谋长你都管不了，你也不想想。那个周义夫今天敢自作主张，不向你汇报，明儿他就敢把你从司令的宝座上拉下来，你就养虎为患，姑息养奸吧你。你别着急，
我自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个周义父必须除掉。司令，你找我？来了，邦彦，把门关上。啊，好的。司令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来，你看啊。茶我都给你沏好了。司令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都是自己弟兄，客气什么呀？快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邦彦呐，司令，这些年你鞍前马后的照顾我，我一直想嘉奖你。之前呢，你还救了我的命，我更应该报答你呀，司令，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不必客气，我知道你姚邦彦是个人才，让你做我的副官，实在是大材小用，委屈你了。没有，我想升任你做我的参谋长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什么？司令，你要升我做参谋长？对。那周参谋长怎么办呢？这个周义夫啊，他对我牛德彩毫无忠心可言呐。我留他在身边，他不但帮不了我什么忙，我还得处处提防着他。你说，这种人我留他干什么呀？那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周参谋长调走？调走？往哪儿调啊？这个周义夫现在可不得了喽，人家现在是黑木少佐身边的大红人，无论我把他调到什么地方去，黑木少佐都会把他调回来。哎呀，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啊。那司令的意思是？我知道你姚邦彦一直对我忠心耿耿，今天我要交给你一个绝密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司令请说。干掉周义夫。司令，这恐怕不妥吧？哼，有什么不妥的？这叫无毒不丈夫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想做成大事儿，那该狠的时候就得狠。这个周义夫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他不仅是我牛德彩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而且还是你姚邦彦升官发财的绊脚石。所以说，这个周义夫必须除掉。司令，我就是不做这个参谋长，我也不希望我们黄巾军内部自相残杀。你做不做这个参谋长，我都要除掉他。不过，你今天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。司令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响鼓不用重锤敲，我相信你姚邦彦是个聪明人，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去吧。是。王爷，
司令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记住，要干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干净利索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去吧。是。